所以这一切啊，我觉得你今天可以了解天地的煞费苦心，你就会珍惜，你就会赶快好好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顺水推舟的就把自己扶摇直上，就上去好几层楼。但是你还在啊想着对啊还是错啊，还是怎么回事的，那就浪费了时间。所以来到超马修为与否，还是就在每一个滴答滴答中就开始见真相。所以才说，哎呀，我才进超马，一晃就一年，一晃十年，也就在这一年十年中啊，我们就已经进入到现在这个准备新时代的交接之处。有没有兴奋啊？看你们那个脸，表情好像心情不是很好的样子。嗯，还好吧，没有什么压力吧？啊，OK 了啊。好，实修实练的人，你会知道你跟天地的距离越来越近，天地对你的眷爱绝对大过于你的想象，而你真正在超马系统里面，你就这样子简单照做内外双运，你就发现为什么就会这样子好运连连，而且速度之快就在分秒间。以前还要看到什么黄道吉时啊，黄道吉日，对不对？你的心一转，刚刚楠姐不是说吗？心一转就闻到花香了，对不对？心一转就看到礼物了，心一转，哎呀，这怎么那么多巧合？没那么多巧合，都是天地的爱在你身上做工而已。这些别人看起来应该是得之不易，在你来讲就是这么样的亲切，随时就有好事连连，随时就别人很难遇到的你都遇到，所以有那么多的好事，好事，好事。你还有什么好怀疑？什么还有什么好迟疑？再说，你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你只有自己自动自发的修行、实练，你就会看到真正的进步、礼物。在这系统里面，没有人拿什么鞭子抽你，你才会动，是不是？没有人要抽你，也没有像别的系统，你一定要烧一份书文。对不对？卖身契上去，才代表你皈依。这个系统都没有啊，都是这么样子的民主。你看得懂，你来；你不喜欢，离开，我们也没意见。能这么样子，亲切吧，够亲切了。导师已经讲到喉咙都卡痰了，对不对？你还不好好实修，你要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叫你好好做人，不要在外面跟人家争，对不对？好事连连，对不对？排除这么多好的条件，你还不好好修，那对不起人。所以换句话说，在你的人生中，在你的生命里，你的每一天应该是欣喜快乐，